做对啊啦，拄好剩一个，因为啊，即偌济？三百两地免打，哎呐，谢谢。啊，今日做要过来食豆啊？阮后生请。好啦，较晚收我来管。等你来。谢谢，再见。收行收行。明仔饭啊，凊彩。你这爸啊，真歹势嘞，常常来叫恁请嘞。啊，你阿吉啊，感觉有伫间工厂咧上班。啊，大仔读无几个月啊，啊，就走转来。啊，讲毋读啊，啊，以后毋知要做啥嘞。阿贤叔叔，那吉也袂歹啦。杨达，杨达，免客气啦。你爸啊，啊，听我阿一个后生哦，啊，公司毋大，啊，缀人去咧卖车啊。啊，即摆遮个少年仔就真正住袂住啦，剩我老人啊，足无聊个。啊，较早遐咧吊味啦，啊，遮呾啥货都无，一点仔都无趣味。看讲到遮吼，啊，咱着亲像住伫遮，亲像孤儿相像啊。嘿啊，侪想要孤儿啦，也莫讲遮，遮遮。啊，今日你家拢无咧配菜啦。哦，谢谢爸。昨仔囝昨仔入寡岁啊，拢无半下物啊。啊，你个某有要煮无？还是爱我煮外面买？爸，那我去外面跟师傅学吧。爸，那我去外面跟师傅学。咱之前毋是拢有讲过，真的很喜欢做菜啊！啊，无知我去甲人讲这个话互你，啊，你台仔也无要读，啊，你若毋等于读，啊，就拢免讲啊啦。我看到你钓鱼啊，你无啥物代志啊，今日我来钓，我先来啦，慢慢钓。
阮食较少的。啊，你今仔敢无去上班呐？就想放自己半天假、啊。爸。那你还是钓鱼啊？永远还无代志啊。现在不是钓不到鱼了吗？惯死啊！少年钓到今嘛惯死啊！啊，今摆在钓的人也唔知拢走一堆，够少的。是啊。啊，你安尼无去啊公司卖啊？你知道咯？没吧？应该也没有人会注意到我。好了，爸，我载你回家。好啊，行。